到这个 Wendy 的这个画面，哎，这太可怕了，全部火红一片。台湾周遭以前我们在夏天就算是海水里面24、25合里，现在居然高达30度。现在甚至讲说有个高压就在这个地方，恐怖在哪里？恐怖是这个高压笼罩了以后，它变成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了。现在刚刚讲台湾现在非常干燥，我们只能靠这个下午的这个所谓热对流，台风也进不来了。对，现在台湾这整块这个这个叫做西北太平洋，整个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笼罩。那其实不是只有东亚地区，那美国是受到大西洋有一个非常大的高压笼罩，所以他们那边有产生一个飓风，飓风然后往那个那边讲，那我们等一下再提。台湾这边的话的状况，它这个太平洋笼罩的状况，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这个状况，那它的北边彩色的地方就是有云层，是比较低压的地方，那这个高压就一直笼罩在这边。所以说台湾它的午后只有局部的山区会下雨，可能近山区会下点雨。如果说我们再看这一张更明显的这个从底层到高层的太平洋高压它的整个结构图的话，台湾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整个高压在这里，对啊，然后整个就是看到这个流线，就好像就是高压一直延伸到整个越南中南半岛这边，这整个是太平洋高压的范围，对，所以说整个高压吸升到这边，那我们就是每天只有午后山区会下点雨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就是小雨，甚至台风的话，就算这边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在高层有一个小小的低压在这边，对，冷性低压，可是它不会发展，因为高压罩在这边压着，金钟罩在这边，它没有办法上来，就算它发展了也是朝南边去，大概看起来是不会发展的，就是朝菲律宾去，就是下下。台湾今年的台风会减少吗？哎，对，今年的那个那个叫做中央气象署，它预报本来平常是大概3到5个啊，对，今年大概只有遇到2到4个，所以它会减少。而且时间会延后，大概7月中以后，目前到7月中旬之前，大概都不会有明显的热带系统、热带低压产生。那台湾会缺水吗？缺水倒还不至于，因为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它下在山区、下在水库里面，所以还不至于下，是不至于缺水的。好，那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海洋的温度都已经到了30度了，到了30度，刚刚讲，现在在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哎，居然这个时刻就已经有一个四级的飓风，四级飓风的就是。那就是卡翠娜的程度了耶。对，四级飓风它等于我们相当于我们的强烈台风，这个四级风，而且它是很奇怪的，通常飓风像个卡翠娜都是7、8、9月，都是七月以后，这个整个大西洋经过太阳的热辐射，它的海温升高了，可是今年才现在在6月底，它就出6月底7月初，它就出现了，这是以前没有看见，而且刚刚讲48小时就从一个热带气旋。对，直接升到第四级，变成强烈台风。其实它是不到24小时就变成中度台风，然后再过了大概半天，就差不到2天的时间，就从一个热带低压变成了这个强烈台风啊，他们叫四级飓风。而且这个四级飓风看起来它会持续的往这个加勒比海走，然后朝了还好它看起来的方向，是因为这个上面的高压也是很强，不会到陆地，不会到这个美国的陆地，是朝着墨西哥走，所以墨西哥可能要防范一下。那经过加勒比海一些小岛也要注意一下它这个状况。而且真的，之前我们在讲的，现在最担心所谓的正负二度系，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温度正负二度系的话，地球会出现一个不可反转点。现在离这个不可反转点已经非常接近了吗？刚我觉得非常恐怖，是刚刚讲一个城镇本来是-67.9，也就是-68度，现在居然热到38度了。对，现在这个气候天气的极端化，这个是变成普遍的现象。我前两天才去听了一场汪中和教授演讲的这个状况，他是国内很有名的气候变迁专家，他是说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427个 ppm。其实我们在你说碳排放还是太多了，就是整个二氧化碳碳排在大气里面，本来在二十世纪都是320个，现在已经427个，而且持续的在上升。也就是说，全球暖化本来说正负二度 C， 我们要控制它在二度 C 以内，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而且在巴黎和会，2015年的巴黎这个气候会，他们是希望说最好要控制1.5度，不要超过2度。1.5度的话，这些小岛才不会被海水上升给淹没。可是现在已经1.6度了。那所以说这个温度是越来越高，而且是不停的在加速上升。那这个加速上升就会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洋暖化、海洋高温，到六七月的状况，海洋都呈现30度啊、29度的高温。所以说台风会越来越强，而且台风如果出现的话，它马上就会呈现到强烈的台风，那就会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而且只是你讲说现在台湾的碳排放也非常高，现在我们的所谓的能源里面85%以上都是石化产品。你说这个碳排放量也会影响到台湾的气候吗？对，的确，这个碳排放量，不要看台湾小小的地方，我们人口密度高啊，
所以说它主要就是烧这个石化燃料，对，还有汽机车排放。就算你换成电动车，如果它还是收的这个台电还是那个石化原料的话，那还是一样，还是这个烟囱会冒出去，所以还是二氧化碳还是会上升。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如果不把这个碳排放量压制下去，温室气体减少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的气温越来越高，这个是没有办法可逆的状况。好，玉峰，另外就刚刚讲到的，中国现在也发出警戒了，因为他们现在的长江的洪患也要来了。甚至我们刚刚讲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贵州根本已经被淹没掉了。对，现在来讲的话，贵州的古镇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一个超过90年来的破纪录的洪峰。现在来讲的话，他们说没有一楼了。从这个过去来讲的话，一楼全部都不见了。你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影片、一些画面上面，都是从二楼起跳。所以呢，这一波下来之后呢，在贵州来讲的话，他们说过去的古镇恐怕经过这边，因为现在还在下雨。等到这一波退去之后呢，大概以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恐怕都看不到了。所以呢，现在来说的话，在长江这地方还有90条的这个河水的水位。90条都是在警戒区，所以说贵州有个古城非常有名的古城叫镇远。对，这个镇远古城虽然差点要被毁掉了。对，现在来讲的话，一楼都已经不见了，但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洪水过去之后啊，因为这个镇远的古镇一些房子都是比较有年代的，所以呢，砰砰砰砰，一条一条都把它给带走了。所以等到洪水退去之后呢，大家不敢想象这个古镇留下来的会不会只剩下泥烙，很多的房子其实都已经不见了。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在长江这边的话，有90条的这个河流都是在一个警戒区，而且现在还告诉大家说，恐怕还会再增加6公尺，所以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现在的警戒区以后可能会变得更高。然后呢，这个画面是说，因为这个长江的水位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所以很多的渡轮经过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惊险的，因为都快撞到了这个渡轮，都要快撞到那个桥了。他说，过去来讲的话不可能嘛，这个东西过去来讲，因为它的水位已经上到警戒线了，对，已经上到非常高了，都要撞到。都要撞到桥底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因为他现在持续有在这个警戒当中，如果说现在雨继续下，然后上流又要再把这个水库要放洪的话，那恐怕就真的会撞到。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长沙这边也有这个洪水是直接冲到了民宅，过去来讲他们都没有来不及逃，都等到洪水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快点快点，大家赶快走，这在长沙。所以呢，冲过来之后呢，其实很多的人只能放弃，就是往二楼往三楼去跑，因为已经来得太突然了，根本没有办法，根本没办法闪。好，那这个雨一直下，然后对流越来越强的情况会发生什么状况？不是，会打雷。那打雷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最近台北也在打雷，说哇好可怕、啊。可是呢，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可怕，辽宁有两个这什么被雷打到了。因为对流太盛了，然后辽宁这两个人走着走着，好的，我们再看一次，他有另外一个画面，他走着走着，你看一边走一边聊天，然后雷就打下来了，棒，就直接命中之后呢，太可怕了吧？然后这个画面可以看，打下来之后有没有？这两个人是直挺挺的，对，直挺挺的倒地哦，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缓冲或者是说反应的一个时间，雷打下来人就倒了。所以这就是从贵州到长沙到辽宁，当你这个极端气候下来，你的对流越来越强盛的情况之下，就会出现雷劈，那打下来之后呢，没有活命的机会。从下礼拜开始，真的你会感觉到入冬真的冷了。入冬真的冷，导播看这张图。现在接到台湾哦，台湾这你这两天没觉得冷，你慢慢觉得冷喽。它现在是真的冷在这里。那从哪里？是从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冰极。对，从这个地方冷风一直下来，那个冰极有多可怕？导播看，现在在黑龙江，现在在中国的东北跟内蒙。已经真的冰天雪地了。对，没错，我们看到这个温迪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大概约莫是在这个礼拜的周末开始，你会觉得非常冷。但是呢，经过一两天之后，下礼拜一二了，又会来一个非常冷的。听说了台北有可能会带10度以下，所以真的会大家感觉到冷的这个状况。但我们看到，事实上在目前为止，你看在中国的这个华北啦，或是内蒙这边笼罩的这个冷空气到底有多冷呢？宝姐他们都说，前几天还是很热，现在突然之间降温，突然间降温降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在那这是黑龙江的这个小区里面，对，黑龙江小区里面来说哇，整个小区完全结冻。他不知道，这是他的房间，房间里面完全都是冰啊，房子里面被冻住了，都冰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达到-30-40度以下，那甚至还有这个黑龙江，这波冷空气就从这儿来的。对，那还有黑龙江女子就说啊，我早上出门了，忘记把这个窗户关起来了，就忘记窗户关了之后，你看旁边，你看
水啦，什么东西啊，完全都结冻了。然后这个连我的水管，我要开水哦，水管也都完全，你看这是香肠啊，都变成硬邦邦。那水里面完全都是这样，它才出这个几个小时之内，房间里面所有东西完全都冻住了，自来水都出不来了。很多，因为水管都已经完全冻住了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严重。那甚至还有什么状况呢？你看。有人在家里面来说话，他忘记把门关上。那关上他们看电视，看电视一打开电视，啊，电视被糊掉了，电视坏了。因为为什么坏掉了？因为太冷的时候，他那个电晶体的这个两个极呢，会出现所谓不平衡的这个状态，所以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不是只有在黑龙江，不是只有在比较北的，现在河南都是，在山东都是这样。山东，这是山东济南这个地方。济南他们出去了，要骑摩托车，保洁在骑摩托车，他这个轮子根本动不了，因为太冷了，太冷之后轮子下面完全结冰，他只能够用滑的这样一个去推动他的车子。那还不只是只有这样，很多年轻人，他们要拍这个网路，这个冷空气，对，接下来要来台湾了，对，从这个礼拜六，他礼拜一、礼拜二稍微缓和一些，礼拜二以后又会来台湾。好，那我们讲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他们目前为止都说啊，我们要想办法在这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很冷，他们说我们要住在这个帐篷车，这个露营车里面。就宝姐，他住在露营车里面，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吗？完全所有露营车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冻了一塌糊涂。那他要这个菜，这菜本来要买菜来这边吃，结果没想到连菜都完全冻得硬邦邦啊。那很多全部东西都完全都水也都结冻了，水也结冻，里面要喝的果汁什么水果全部都结冻，所以这个蛋打下去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他这个因为晚上呢，他原本一开始发动还有电啊，就后来到中大概几个小时就没电了，没电之后他的蛋硬到刀子砍不下去，完全砍不下，而且那很惨是说他后来就变成是说葡萄也硬了。对，他后来就说我真的认为说这个零下四十几度真的很冷，因为原本还有冷，这个车子还能够发电，到后来那个电都发不了的时候，他这里面真的就在车子里面冷零下三四十度，哇，他就说我从来没有在零下三四十度在车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温度，车子发不动了。对，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中国的这个，包括说东北啦，还有这个济南这一带。连内蒙古这一波，内蒙古真的非常冷，冷到什么程度呢？那个鄂尔多斯这个地方，早上起来的话是一个冰雾，它里面其实鄂尔多斯，对，你里面吃其实，他说其实里面是有点这个雪啊，很雪，就是呼出来的这个冰线吗？很像变成这个冰这样子在那边飘的这个状况，呼伦贝尔这个地方都出现这样，那而且这样会导致什么？能见度非常低，他说能见度目前为止来说大概只有50公尺，在更有时候呢，如果更严重的时候，可能都看不太清楚。那因为你看视线很差，所以呢，这个很多大雪会伴随着什么交通意外的事故。像在山西也是大雪纷飞，大雪纷飞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了，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装雪链啊，或者说你忘了换上那种比较防滑的胎之后，就在高速公路走的时候，大家撞成一团。他说来不及啊，说冷就冷啊，对，就冷得非常快。那前几天的时候还有零上大概20几度。几天之后就坠到零下20-30度，所以大家这个造成很多伤亡的这个情形。那不是只有在山西，在这个郑州也是这样。郑州也是因为突然之间降雪，整个路变得非常湿滑，而且很多时候是突然结冰了，结冰冷到这个路面突然之间结冰，结冰之后，那个完全这个刹车完全失灵，控制不住的这个状况。所以像郑州都是这个样子，甚至连这个大连这附近也是因为下了大雪之后，所以现在完全是因为突然的大雪之后，中国各地发生多起这种碰撞事件的这个状况，造成也非常多人伤亡，甚至连很多高速公路都因此就封闭的一个情形啦。不是。你不讲我还不觉得可怕。是，等会我看这个位置，这个图，现在就是这么冷空气。刚刚讲这个地方都是冰天雪地，是这个冰天雪地过，接下来对就要来台湾了。对，往南走来说话，对台湾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所以我就觉得说，周末还有这个下礼拜二，大家可能都要注意这个防寒。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在这个动物，你看连动物都受害。那这动物因为很冷，那动物它在外面嘛，它出去的时候就没想到，他在那边走路的时候，好像都常常会滑倒啊，因为太冰了。他你看他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在那边滑来滑去，滑来滑去，甚至还有什么狗啦，狗在玩冰，就狗玩冰的时候，突然之间不小心，你看完全站不住，狗在那边玩冰，他以为这个很好玩，就有没有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很冷啊，他真的突然之间可能会受不了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辽宁突然有人在发现在路上，你看那是一只鸭子，对，鸭子可能当初的时候水还没结冻，就没想到水突然间结冻，它现在被冻在冰上。那当然之后就有人去把它救出来的。那甚至还有什么？内蒙古因为这个暴雪太大之后，宝姐你看这个羊都被埋在这个雪堆里面，还要靠人去把它救出来。
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看太阳被埋住了。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都是最近中国刚发生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他们的他们在新疆这个地方，新疆这个地方，你看，这是他们人警察在这边要帮人家这个哎，我们这个穿这个衣服站在这边，不然的话你能见度看不到低。但是大家直接看这个警察，哎，他这个脸居然这么黑啊！那为什么脸这么黑？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的新疆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太阳的时候，他们要站在这边。就下雪的时候，你以为下雪的时候不就不会吗？下雪有时候同太阳反射过来，那个对它更晒更晒，晒，所以整个脸都是黑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这个所谓极端的这个气候呢，再过几天就会来侵袭台湾。所以台湾我们所有观众都要保持这个温暖的这个状态。走，而且你刚刚讲的东北，你刚刚讲的新疆，对，可是现在看到一个新的画面。嗯哼。俄罗斯更可怕，对，没错。事实上，如果从这个亚洲冷气团，大部分都是从西伯利亚还有这个蒙古这一带往下，所以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冷的这个地方。像我今天我朋友他的刚好在乌兰巴托出差，他说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是零下三十四度，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么冷的一个状况啊！哈，那他说前几天还有十几度，现在居然零下三十四度。好，那人家这边真的非常冷。好，除了这个我们讲到的蒙古还有内蒙古之外，现在俄罗斯这一带也是一样。这在俄罗斯的一个城市里面，你看这里面。这里面他的桶子，他的房间里面哦，房间里面呢，他有很多桶子，很多桶子来说，可能都是要这个取暖的东西，或是一些他平常用的东西，全部都结冰，所有液体都结冰，都结冰。好，那不只是结冰，只要是液体就结冰，就结冰。然后他因为他之前有收留非常多的这个宠物，收留非常宠物之后，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宠物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取暖啊，就宠物居然就完全聚在一起，他们自己的完全聚在堆，完全堆在一起啊。有六只狗，还有三只猫，他们都围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太冷了，他们连狗跟猫，他们也不分说。是狗还是狼？对，他们完全狗是狗，然后他们完全聚在一起，因为实在有够冷啊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在俄罗斯。那另外一个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地方来说，因为他们目前为止太冷了，太冷了之后，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他们路上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车这个管线破裂之后，整个这个水蔓延到这个街道上面，完全街道上面都结冰。那不只是结冰的一个情形哦，他们就说了，这个所谓零下三十度里面，他们这个是防冻液耶，防冻液哦，王姐，那防冻液是照理说它就是要来抗冻的，就没有连它这个东西它都结冰了。你就知道这个到底冷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克拉斯诺克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他们也是下大雪，下大雪之后，整个车一个晚上之后呢，这个车子完全都被埋在这个雪堆里面的这个状况，整个道路上也完全都是被埋在雪堆，都是这样子，完全雪白成一片。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也遭受到前所未见的这个突然之间的暴雨侵袭之后，导致这个低温的一个现象。好了，我们就讲。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霸王级的寒流。对，我们就讲嘛。事实上，这目前为止来说，整个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都已经开始低温，过几天就会来到台湾。甚至你看，我们这下一波的这个低温里面来说，这个苗栗以北会出现八度以下的低温，台北有可能会低温在十度左右。那多冷啊！会非常冷，而且这个叫做什么？可能会有一个霸王级的寒流会出来。那今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通常呢，这个叫做北极震荡。我们知道，事实上，如果你用这个之前，为什么会台湾有出过非常多的这个所谓霸王级寒流，就是因为你看，原本它这个北极在北极这附近有一个这个北极极地涡旋，把冷空气锁住，但是呢，就没想到冷空气它这个极地涡旋锁不住冷空气，让它窜出来之后往南跑，那就造成突然之间的极地的这个低温会出现。宇轩，现在这种天候变异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刚刚讲的，前一阵子还这个非常的暖和，说冷就冷，说解冻就解冻，而且说变天就变天了。宝仁哥，最可怕的是同时存在，同时出现。就在美国，它就出现一个状况，我在整个封面的东侧是发生什么？极端的高温，所以到处各地掀起，就在田纳西州，各位我们先前跟介绍过，到处都龙卷风嘛，摧毁房屋，甚至所到之处还将整个什么炼油厂啦、变电箱啊，全部引发爆炸，导致是风一边在卷，就天上都是残骸。这是田纳西的龙卷风，对，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都是房子的碎片，没有错，而且还有火光夹在里面，因为等于是说它在营运当中有些变电站的时候。它等于龙卷风一扫过去，等于说这个车子很可怕，它这个车子的挡风玻璃都裂了。对，没有错，甚至还有一台车子发生什么状况？我在路上开着开着，结果我整台车就这样还硬生被卷进去了，而且是时速高达150公里的这个龙卷风里面。所以最后好在是什么？好在是即便它被卷进去之后，由于车子保护它的人身安全，但是整个行车记录器把这个画面给记录下来之后，他就讲了，
我整个龙卷风把我整台车摧毁了，还好我人还好好的。你说这个人后来被吹上去了，当然没有错，而且他是险象环生嘛，所以你看为什么旁边一堆碎片，然后杂物在里面，其中就是因为他整个人已经被卷在龙卷风当中嘛。这个龙卷风还造成这个变电站整个爆炸了。对，没有错，而且它爆炸的同时，等于说变电站它的基础结构它不比一般的房屋哦，它还是什么，特别是用水泥所做成的，而代表说连水泥这样强度的房子里面的变电箱都没有办法承受龙卷风非常强大的威力，炸开，炸开了，所以但一边讲一边是龙卷风。另外一边，宾州居然降雪了。对，等于说一边是因为极端高温在十二月产生龙卷风，另外一边呢，却因为龙卷风的关系带走热量，产生大量的降雪。这个就是各位你看到的画面，在宾夕法尼亚州。一般来讲，对，冷是冷，但有这样积雪积到这么夸张的地步，整个冰天雪地覆盖，搞得美国明明是应该是比较中间纬度的地方，弄得像什么？像是极端带北极一样的一个场景嘛，所以所有的极端，刚刚讲的极冷、极热、极干都出来了。对，还有一个叫做缺水，发生什么状况呢？大家讲津巴威这个地方，因为过去动物非常多，有这种野生大象，但他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说这个极端气候状况下水不够怎么办？没有降雨怎么办？所以他们做了多少？做了104口水井，但就发生一个状况，即便做了104口水井，但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好歹要降雨啊，结果没想到雨没降下来，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这些可怜的大象高达100头，竟然就这样硬生生、活生生的渴死了。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相关照片，这惨不忍睹。有些大象呢，至少还有一些成群结队，但你看到躺在地上这个被我马赛克的地方是什么？通通都是大象的遗体。他们就没办法，因为没水可以喝，直接惨死在这边。甚至有一些呢，还因为时日过了非常久，干枯到只剩下骨骸。所以他们就讲说，缺水引发的悲剧非常多。那澳洲大家知道，现在呢，它整个地区也是处于非常干燥的状况。没有想到，日前有一个司机就捕捉到一个非常惊悚的画面，就是呢，他停放在了路边的这个汽车，没有想到下一刻，各位发生什么状况？闪电竟然击中了。闪电击中这个树之后呢，应声倒塌，而他因此而吓坏了。现在北京居然发生了一个非常离奇而且非常严重的车祸，居然两个地铁蹦的撞在一起，撞在一起以后，前面那台车居然被撞成两半，而且车厢里面还有人飞出去。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太冷了，冷到前面那一台车子里，你不知道它是动力系统出问题，信号出问题，或者信号出问题，还是电力出问题，总之它整个荡下来了，而且车厢变成一片的昏暗，变成一片昏暗以后，嘣的一个，后面因为正在下坡，它完全刹车不及就撞上去，撞上去。现在中共官方的说法是500多个人受伤，有102个人骨折，但是说真的只有这样吗？还有这件事情也太夸张了吧？没错，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呢，这几天北京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地铁追尾的这个事件，就追撞的事件，说两台车直接蹦的撞去。那目前为止来说，有500多人送医，然后102人骨折。你看 BBC 都大幅报道这件事，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一直说，哎，我们的这个地铁系统、我们的动车系统非常好啊，还外销到全世界啊，就没想到在这时候发生这么严重，两辆地铁撞在一起。它是主要在昌平线这个地方，昌平线，昌平线。那事实上他们是人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交通线，就没想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下面那台车的可能因为太冷的关系，讯号减弱的时候，它被迫就停车，被迫停车之后，后面那台车往下走的时候，但是因为呢，可能因为看到这个车子要赶快减速的时候，可能因为来不及了，某些原因，可能有人现在很多说法，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它下坡路段，然后加上说因为你铁轨呢有结冰，结冰之后更难刹车，然后就后面就把往上撞上去的一个情形，那这样撞的时候，哎、欸，宝姐，两台车你可以看，这被撞到的这个第一个瞬间，你看这里面都是满满都人，后面是已经被车被撞坏，这是还完好的这个车子，里面很多人啊，所以才会有500多个人去送医的一个状况。哎呀，他说有一辆列车被撞成两截。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来说，整个真的完全乱成一团。你看，有人就说撞了，很多人就说一开始这个被撞的那一台车就说，这个列车长一开始就说，哎，我们在这边临时停一会儿。那临时停一会儿，这是被撞的那一台车。被撞的。他说临时停一会儿，临时停一会儿之后，没想到几分钟的时间就砰一声，砰的一声，也就后面那台车已经啊把它撞过来的一个状况。那撞过来一个状况来说，你看，就这个很多乘客呢就从这个车厢里面，因为本来你是停的嘛，摔出去，摔出去。
那因为那个撞击力道很强，撞了之后呢，你前车会被往前推，然后两个会离开，那你那种加速度你可能会甩出去，所以有非常多人被甩出去。那甩出去的画面里面，因为那个力道很强，所以保险上有人在那个地方就有人被摔出去之后，然后车厢人全部都压倒，那甚至还有这个孕妇啊腿被压断，然后有上百人就因为这样就就医，然后车厢里面也乱成一团，什么婴儿车啦，然后乘客的衣物全部都乱成一团，还有血迹啦，然后他们现在，然后后来停下来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些人现在开始破窗逃生，把窗户这么紧急，对，不，因为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啊，对，搞不好你后面还会有车过来啊，塞在车子里面，不知道啊，他们赶快跑啊，所以赶快跑，就把它踹，你看在那边踹那个玻璃门，然后把它踹开。最后那些人就破窗逃生，然后你看这个整个地铁被撞成这样之后，你看整个都这个在变形了，交通处来说完全变形的一个情形。那这样不止这样啊，宝杰，你看，因为你看后面啊，很多人就受，因为天气太冷，然后你看周边的时候也没办法去，因为撞在那个位置来说话，这个救护车短时间也没办法到达。为什么？它到底有多严重？对，刚刚讲昌明县这边是天寒地冻哦，对，这个地方现在非常冷哦，对，就他们居然。躺在地上等待救援。那时候大家约莫是零下五度到零下六度左右。零下五度。对，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救护车也没办法来，他们一开始就只要把这些相关受伤的人把它摆在户外，然后就摆在那个地方躺在那个地方。那当然了，后来医院就开始陆陆续续把他来一个一个救走，一个救走。那你看，甚至还有人怎样，乘客在大雪中走在这个轨道里面，说开要怎么离开嘛？好，那除了他们赶快动员大巴士啦，动员这个医护的这个急救车，你看车子一个一个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路都是泥泞不堪，大雪纷飞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就没想到有人就说 OK 啦，我们就搭车回去。大雪走在路上，我们就搭车回去好了。宝姐，那当地为止来说话，这个约莫这个，因为大家都要叫计程车，就计程车完全打劫在那个地方，你根本叫不到计程车回去，所以也就是说呢。那个地方因为太冷的关系，突然之间造成的可能，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讯号，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不到车，是因为这个地方有1500个人等着叫车，没错。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讯号，这样的可能性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电器用品在天气突然从高温降到低温的时候，可能会有 shutdown 的这个状况，可能疑似就是前面的这个车 shutdown， 然后又是一个下坡路段的时候，就没想到就这样，因为这样撞在一起的这个情形。而且车上乘客有一个王先生，他怎么讲，他说我当时比较困，我没有注意到，是他说只听到蹦的一声，对，蹦的一声，他说他眼睛张开哦，发现什么？所有人都被压倒了，而且是一个人叠着一个人，一个人叠着一个人，而且他说奇怪了，这车厢里面都是灰尘。对，你知道，事实上我们就讲嘛，人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刚才大家破窗的时候，其实人是人挤人的一个状况，就没想到突然之间就这样撞在一起，当然会出现人叠在一起的这个情形。然后他还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灰尘啊，但是撞在一下的时候，整个这个车厢里面都是灰尘。好，那刚刚讲的现在是515个人送医，现在骨折的有102个人，他讲说400多个人已经回家，可是对于中国这些数字外面是一个问号。我们刚才讲的 BBC 还特别提到追尾事件，特别强调102个人骨折，为什么这么严重？导播，你看这张图，而且台湾也要非常的警戒，是因为现在很冷。这个冷气团，我们刚刚讲从蒙古、从西伯利亚下来，接下来就要到台湾。你看到这个冷的地方，有的一下就降了20度。对，没错。我们看，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冷气团来说，今天晚上大家可能，如果你明天早上起来的话，可能会觉得，降温降了非常多。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爆潮一波一波的来之后，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台湾接下来这几天是这个爆潮，这个冷气团在这边，接下来还有一团，这大概约莫下礼拜二会来到台湾，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冷。你看，为什么中国会突然发生这个事？宝杰，我跟大家讲。这一块这个区域来说的话，是大约莫6度到8度。那这块区域来说的话，大概是18到20度，两个差那么多，一个6到8，一个18。那来的是18、28，然后没多久又是6到8这种温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北京会突然发生这件事。原本呢，他们就说前几天这个温度还是十几度啊，就后来马上就瞬间变冷，瞬间变冷，前几天十几度，对，瞬间0下5度，对，瞬间变冷之后，当然很多电器用品就会出现那种宕机的状况，那也其实也不会为过。好，我们刚才讲的，因为现在在天寒地冻，这个冷气来的又急又快，造成嘛，刚刚除了这个铁路追撞，而且已经有一台车断成两截之外，现在。河北到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导播看画面，是全部都塞成一团。为什么？因为上去了以后，没有想到突然的结冻，突然的变大雪，然后车子没办法开了。对，没错，你可以让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整个中国北方，因为河北、山西那一带的这个高速公路来说的话，你看很多车停在旁边，为什么？因为路面结冰。
说实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在路面上的结冰的那个路面，那其实是相当危险，你抓地力几乎是没有，除非是说你有刮上铁链或是那种防滑胎，不然真的很危险。所以你看，1700辆的车子被迫停在这个地方，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可能说大货车，大货车那时候那种人你要拖起来的话，一旦轮胎这个打滑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整个车队你看绵延的大概67公里左右，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都是大家走得非常慢，走得非常缓慢，所以你要通行啊，这要等很久的这个时间点。好，那除了这个整个中国北方整个交通大乱之外，宝杰还有什么？东北也是一样，东北因为现在天气很冷，瞬间呢降到零下十几度的比比皆是，这是什么？他说：“你看我的裤子放在这个地方没多久，结冻了，完全结冻。”他说：“你看就可以这样，好像在玩这个杂技团一样，这样一个状况，完全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出门的时候忘了把门窗关起来，就没想到我的衣服全部都是结冻的一个状况。那有什么？把电视坏掉，电视的这个，因为为什么？你看这就变成模糊的这个状况，因为为什么？太冷了，太冷了之后，它很多这个电子的反应呢，就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形。甚至这个宝杰，那这个很夸张，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在睡觉，被子吗？他的被子已经结成这个样子了，被子变那么硬，变成一块，他这样子，他根本就他说这个到底能不能保暖？因为温度也是很冷，甚至连他的袜子也完全结冻成这个样子，冷到都变硬了，你就知道那个温度到底是多低。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外面的人，你看他们是柿子，哎，拿出去外面之后，结果没想到柿子就结冰了，结冰之后他还拿那个敲那个砖头来跟他对敲，哎。就被敲，哎，砖头还敲不住，因为柿子已经变成冰了，那砖块还是砖块本身。柿子比砖头硬，对，因为冰比这个砖头还要更硬。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整个这个大兴安岭这附近，因为这附近呢可能是中国温度最低的这个地方，出现所谓的冰雾的这个情形，就因为太冷了，蒸发上来的话，很多很快就结成冰。那甚至在新疆那边有-45度，现在在新疆或者在这个大兴安岭这个地方，都是-230度到-40-50度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中国，他居然发布了冰冻预警。对，没错，他们很少发动这个冰冻预警。冰冻预警来说，大概10年前有发生过一次，所以你知道这一次的寒潮对中国来说也是前所未见。如果中国发动冰冻预警，对，台北也要，不，台湾也要提高警觉。所以我们才说，从这个礼拜二、下礼拜二开始来说，那一波寒流可能台北会出现那种1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好，那我们讲，实际上因为这个寒潮影响，你看几乎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大部分的这个面积。所以我们还要从北开始讲，你看山东的路冰，那学生只要去这个路这个结冰的时候还要去上课的一个状况。那除了大家要抱在一起，对，不然单边走就摔在地上了。对，没错。那甚至什么？后车厢也打不开了。对，他后车厢也打不开的这个状况，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结成冰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山东的高速公路也是大家完全撞在一起的这个情形，因为那不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河北跟山西，这个山东也是完全撞在一起，甚至连徐州这个地方也是很多车完全都追撞，所以各地都出现。这是徐州，对，各地打滑撞在一起，出现所谓车子互撞的这个状况。那学生上课当然很危险啊，因为他们的一般如果你穿这种所谓布鞋来说，真的非常冰，非常滑。你看，尤其是遇到上下坡路段的时候，每一个学生几乎都是摔倒，要么索性就是用滑的下去的一个状况。山西也是一样，大家都是非常冷的一个情形。甚至你看山西的楼梯你要走楼梯也很危险啊，你看没多久之后你看马上就摔倒比比皆是。好，那我们就讲，我们知道这是山西、山东、对，往南我们刚才讲啊，华中也是，对，我们刚才讲在这个大兴安岭有所谓的雾凇的这个状况，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形。湖南也有，不过他们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冰呢结在这个一般的树上面，形成这样的雾凇的一个画面，所以呢这其实都是因为天气很冷造成的一个状况。好，董事长，你说现在连 BBC 都报道说，北京地铁追尾的事故导致102个人骨折，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讯息，因为他不是搞"一带一路"吗？搞"一带一路"，我输出什么？我输出就是铁路啊！就一些铁路，你的防撞设施竟然失灵了。中国地铁跟中国的高铁目前的技术啊，在全世界算领先的哦。但因为中国地铁当时开放了它国内的市场，由它的国营事业中车这个公司啊。跟全世界主要的每一个这些所谓的做电联车的这些大型的这些公司合作，所以它综合了全世界各种技术哦。像这个来讲的话，应该一定是它的通信系统出问题了。对，可是说会防撞系统怎么可能失灵呢？这不可思议啊！你说他们一定有防撞系统，一定有的。全世界最好的是它。他不是讲说它是下坡，上面又有冰，所以我就刹不住了。中国的高铁可以到西藏，西藏有通过冰原，它
还有通过冰土层、冰土带，它对这个天气的预估跟相关的这个预防能力早就具备了。对，只不过就这种事情发生，这不可思议啊！而且它中国的电的这些车子卖给谁？卖到美国去的、啊。那只不过出这种这个事情太荒谬了吧？对，他那个车子撞下去，然后变成两半这个啊、哦。对，前面被撞两半。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车皮啊、哦、是用铝合金的，那台湾是用这个不锈钢。哦。啊，我们它的电焊的方式哎，因为它轻，比较它的结构比较轻嘛，比较轻结构，它是用几片这样子装几片电焊起来的，所以它撞下去的时候，一定中间那个连接那个电焊的地方就整个打开了。所以这个是，而且很容易撞，真的有很高大的冲撞力的话，对，它一定会那个车厢一定会变成几片。所以中国的电车不耐撞，一撞就裂了。不可以撞嘛，没有在设计被撞的这种概念的啦、啊。对对对 对, 对，不可以撞嘛。所以这台湾的这全世界任何电联车撞的不能撞，都不能够撞，所以不可能发生撞。而且它这个系统不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一定是跟国外进口的。对。大概都是几个像法国，应该是法国的有一家公司做的最好的。对，他们用的都是全世界一流的设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事情了。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因为这个会撞的话，表示它的一带一路将来要去外销它的高铁跟相关的电联车的时候，通通会出问题。而且这是在北，真的会撞，我怎么敢买你车啊？而且这是在北京。如果你北京的车子都哎，北京照理讲你应该是规格最高的，而且这个地方刚刚讲哦，这个是北京的新兴的地方，刚刚讲在昌平县，他说很多什么新创公司在很多，等于说是它是一个产业聚落都是高科技的人才耶。那个是那个，这看起来是比较郊区的地方嘛，对，比较郊外的地方开始发生车祸，然后附近完全就是没而且附近比较有少人住，不是一个都市的区域。但是你看它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危机处理了，所以它危机处理来讲的话，就跟美国比起来很差很多。如果美国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它一定有空中支援，有空中救护支援。对，可是北京因为有空中管理嘛，不能空中支援，它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么户外的东西，可是它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好，宇轩，该讲的北京地铁这个追尾事故，大家去找它的成因是因为真的太天寒地冻。你看整个中国，从整个北方，从东北、新疆到整个华中、华南，台北是现在有台湾现在也要高度戒备，一直冷下来，甚至讲。现在北京一天直接下降16度，那也太可怕了吧！所以现在 NOVA 已经警告了，现在气候异常的非常极端哦，已经在全世界都发生了。最妙的是，导播看这个，目前有一个小飞机飞不起来，为什么？它结在冰在地上了。是宝仁哥，现在不只是大陆要戒慎恐惧，台湾要警戒。美国 NOVA 直接跟大家讲了，全世界可能都有这状况。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这画面，这个飞机被冻在地上，对，不能起飞。慕尼黑是在哪里啊？是在南部城市，对啊，结果德国。这个小飞机原本打算要干嘛？要起降的，就没想到，油门吹下去，没叮没当，这个哇，心下面带起机械冻住了，冻住了，而且它是连根冻住哦，宝仁哥，它不是说轮子冻住而已啊，它是整个地面上的水汽连台整台飞机凝固在那边，瞬间变成什么？变雕像。动也不能动，但你以为只有德国慕尼黑这样吗？没有，机场附近高达760个航班全部通通取消。来，各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画面，这个也是在慕尼黑，你可以发现一个状况啊，到底哪里是路，哪里是路面，哪里是车子，哪里是积雪，完全搞不清楚。这个大雪也太可怕了吧？对，所以看这个行李车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了。对，因为它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眼前都是一片茫茫。不只是如此。飞机不能飞，如同你看到冻结的冻结，结霜的结霜，还有什么巴士、电车，全部通通都不能动。刚刚那个小飞机是很夸张，可是其他飞机好不到哪儿去。对，没有错，只是说没有被连根冻结啦，就是说覆盖的基本上全部无一幸免。他们现在说慕尼黑降雪的状况有多夸张？44公分，宝仁哥，44公分什么概念？都已经快到脚踝，甚至到小腿肚了。你说这个怎么有办法去开电车、开汽车，有办法去飞飞机？整个城市叫什么？冰封。慕尼黑在德国南部的城市瞬间被冰封了。但你讲不只是慕尼黑，现在镜头转到哪里？世界各地都一样啊。日本，我们就讲日本好了。日本在讲北海道，对啦，北海道确实是比较容易有这个冰，但
这个不是下雪，这发生什么状况？这什么？全部都是雨啊！哇，那个整个一波一波的雨往岸上冲啊，而且是什么数以万计啊！哎，这个它的海水太冷了，太冰冻了，冰冻到鱼，这个沙丁鱼跟青鱼全部都死亡，死亡以后被冲上海岸。对，因为大家知道鱼群呢，它们有所谓的洋流跟它所适合的温度，而当这个温度产生巨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大量暴毙，大量死亡，因为这些鱼根本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环境。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奇怪，你说鱼圈不对啊，这个水还在流动啊，为什么这么多的鱼就这样往岸上冲？这就是大规模生态变迁，所以造成死鱼，甚至是不是所谓当中氧化程度、优氧化以及水中含氧量。青鱼本来就是大规模，它鱼群本来就很大，沙丁鱼的鱼群也很大，而且它们都是洄游的鱼类，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对，没有错，所以这就是 NOAA 所跟大家示警的，真的产生气候严重变迁的一个后果嘛？所以他们根本来不及应变，来不及应变，所以这些鱼群等于说还在洋流当中行进的时候，因为产生突如其来的巨变，可能超过24小时之内就产生暴毙。但你以为只有生态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各位，过去大家对于格陵兰啊，对于北极圈啊，都印象是什么？冰天雪地啊，冰天雪地，对，一片白色，就等到败了。这什么？这个是格陵兰。我们看到是所有的积雪竟然变成什么？变河流啦。所以你看到，对啊，这是格陵兰，对，这是阿拉斯加，住在北极圈里面，对，本来是冰封的世界，本来是全部都是皑皑白雪，现在是积水，现在还有第一都跑出来了，所有的雪都融化了，植物都长出来了。来，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最左边是瑞典，中间是挪威，而刚刚的右边是阿拉斯加。从这种空拍图，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嘛？怎么会跑出绿绿的东西出来啦？这是什么？这本来应该都是冻土，这个冻土上面本来都应该覆盖了一层冰雪，现在这个冰雪已经没了，冰雪不但没有了，这个冻土融化掉了，水跑出来了。对，所以这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为什么？因为呢，这不只是自1900年来呢，这个北极圈第6高温，甚至它的夏季，我在讲的是夏季，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温。所以你刚刚看到，这原本都应该是所谓的冰天雪地，应该是要结冻状况，结果为什么整个房屋就这样被掏空、被倒塌了？因为全部都变水了啊！当时房子在盖的时候想说这是永冻土，没问题吧？永冻基地，我盖在上面当然安全啊。结果等到你的基地原本是一块冰块，后来随着温度上升融化变成水之后，房屋也只能应声倒塌。而更为离奇的是什么？西伯利亚，各位，西伯利亚听起来就好冷哦。对啊，就出现什么飓风。竟然在西伯利亚，这样飓风你要对流非常的旺盛，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热气流，不然怎么可能有飓风？宝哥，飓风的形成就是要有一个高压带跟低压带两边产生强烈对流，但西伯利亚这种地方哪来的低压带啊？所以他们这出现什么状况？强烈飓风把什么屋顶啊、广告牌啊、标志啊，甚至树木啊，全部连根拔起，就连东正教教堂，哎，各位教堂，来，整个屋顶全部掀起来，所以导致这个在西伯利亚，对，大家没有预料的是说西伯利亚这种地方哪来的飓风？所以113个村庄，它不像我们台湾，可能有些还做什么钢筋水泥，对啊，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抵抗，113个村庄全部受害，就是如同你现在各位看到画面嘛。房屋变废墟，路上到处都是残骸，全部乱七八糟。他没有想过会碰到飓风，当然不可能想到嘛。因为我这个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哪来台风，哪来飓风？但不只是这样，我们讲了，原本应该要结冻的地方变成水，结果现在是西伯利亚竟然有个地方-71°C、欸。哎，也就是夸张的事，刚才讲11月的时候你还飓风，飓风代表说你的气温变化非常大，对。可是才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地方居然变成了冰极，居然变成了全世界最冷的地方了。而这叫做气候变迁震荡剧烈。震荡剧烈发生什么状况？因为掉到-71°C，所以变成是一下停电，甚至极寒。宝哥最可怕，你看你这现在这画面，你以为是什么？是雾吗？不是哦，这叫做冰雾。什么叫做冰雾？就是哎，这是有房子哎。对。当它已经产生起雾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些水汽温度太低了，瞬间在空气中凝结成一块一块的，对，空气中的水分也结冰了，对，所以就变成了冰雾。哎，这个是西伯利亚的城市，西伯利亚这个城市之中也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有些居民你知道为了取暖怎么办？因为电力有时候坏掉没办法使用，自己用燃煤机、燃油机就发电发着发着发着，结果吸入太多废气，就怎么样，就这样过世了，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大家就在喊啊，说
拜托普丁帮忙，普丁来救救我们。这当地的居民讲说，我们现在都快要冻死了，因为停电，然后又没有办法发电，又没有办法保暖，到底该要我们如何去何从？所以刚刚讲到的，才一个月的时间，熊这个气候对流非常旺盛，现在是-71°C。对，所以诺瓦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示警的时候，示警的不是说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或者是会非常冷，而是你说天气变化无常，你可以一个月里面突然全部都融化，一个月后突然又突然结冰，所以人类该如何去应付这种极端气候，会是未来的一个课题。